Namod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a. Namod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a. Namod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a. 礼敬那位世尊阿拉汉正字觉旨。各位贤友，我们在上一讲学习了正语，有两种正语，即世间正语和出世间正语。那今天晚上我们将来讲一讲邪乐。佛陀在经文里面这样说。Tatrapi kawe samaditi bubang kama hoti. Katanjapi kawe samaditi bubang kama hoti. Micha kamantang. Micha kamantoti pacanati. Sama kamantang sama kamantoti pacanati. Sasat hoti samaditi. Katamojapi kawe. Micha kamanto. Panati pato atina tanang. Kamesu micha jaro ayam bikawe micha kamanto。佛陀这样说：诸比丘，其中正见为先导。诸比丘，如何正见为先导呢？了知邪业为邪业，了知正业为正业，这是他的正见。诸比丘，什么是邪业？杀生、不逾矩、欲邪行，诸比丘，这是邪业。佛陀在这里就讲到。正见为先导，是指以正确的观念来引导一切。为什么说用正见来引导一切呢？作为先导呢？了知邪业为邪业，就是知道什么是不好的、不正当的行为；了知正业为正业，是知道。什么是正当的行为？这是他的正见，就是这是他正确的观点。业干嘛？是指行为，一个人的所作所为称为业。我们平时在用词的时候，都会用到很多业，比如说学生的做作业呀，毕业呀。结业呀、学业呀、事业呀、企业等等，这些很多的业，它都可以作为一种造作、一种运作，或者说它是一种行为。所以佛教里面讲的业，就是指行为。那邪密差，这里。并不是指邪恶，所以邪业并不是说邪恶的行为，而是说是不正当的、不正确的行为。哪些行为是不正当的呢？如果对自己的道德、对自己根本的利益是没有帮助的，是有害的；对他人的利益是有损害的，会损害自他的。而且，在道德上应该受到谴责，在结果果报上会带来不良的结果的，这种行为就称为邪业，就是不正当的、不正确的、不好的行为。那什么是正业呢？正业就是正确正当的行为。哪一种行为是正当的呢？是正确的呢？它包括利益自己，这里的利益自己，并不是指在名利方面的利益，而是这种行为能够给自己带来福乐，在因果上，在道德上能够带来福乐的，能够给他人带来利益和快乐，能够给自他带来利益和快乐，在。道德上，它是无可指责的，而且它能够带来好的结果，有好的果报，这
就称为正业，也就是它是好的、正当的、良善的行为。为什么说正见为先导呢？一个人必须得要知道哪些行为是不正当的，哪些行为是正当的，哪些行为是恶的，哪些行为是善的，哪些行为是黑的，哪些行为是白的，哪些行为是会受应受谴责的，哪些行为是不应受谴责的。他必须得要清楚，要明辨是非，要善恶分明。这种明辨是非、善恶分明的智慧就是正见。如果一个人善恶不非、是非不变，那这就是愚痴，或者说这是一种颠倒。所以佛陀说，以正见为先导，是了知不正当的行为就是不正当的行为，正当的行为就是正当的行为。诸比丘，什么是邪业？于是有哪些不正当的行为呢？杀生、不逾矩、欲邪行，诸比丘，这是邪业。杀生是指杀害其他的生命，去断除其他有生命物体的生命。具备哪些条件是杀生呢？有五个条件。第一，对方是生命，也就是对方是生物。第二，明知对方有生命。第三，想要对方死。第四，采取行动。第五，对方因此而死。同时具备了这五个条件，就称为杀生。第二种，不逾矩，阿丁那达那。不逾是指属于他人所拥有的，没有给予的。只要是所有主、物主，他在使用的时候是随心所欲的，而不会受到惩罚的。也就是说，物主对物品有主权和使用权，对他人所拥有的物品以企图占有、拥有的心采取行动，那这种心就称为不逾矩。要违反不逾矩也是有四个条件。第一，是他人的物品，或者说是属于他人的。第二，明知那是其他人的。第三，有偷盗的心，或者说想要占有。第四，用各种方法去占有。对于不逾矩来说，只要知道是对方的，不管物品它是属于个人的、属于团体的、属于集体的、属于社会的，乃至属于国家的，那你想方设法去占有，就属于不逾矩。对于杀生来说，杀生的罪有不同的程度。如果所杀害的对象是有大功德、大福报的，那他所构成的罪就很重、很大。如果对方是没有什么福德的，或者没有什么功德的，那他的罪就相对小一点。好像说，如果杀死圣子跟杀死凡夫，他的罪是不同的。杀死一个人跟杀死一只动物，他的罪也是不同的。对于杀生的罪的不同呢，付出的努力多、付出的努力大，跟付出的努力小，他的罪也不同。就好像说杀一头牛跟杀死一只蚂蚁，他们是不同的。那么杀死一头牛，他付出的努力多，而杀死一只蚂蚁付出的努力小，所以他的
在造作杀生这种恶业的时候，他所产生的杀生的思也是不同。如果杀害的数量多跟杀害的数量少，罪也是不同的。那对于不逾矩，也就偷盗来说，也是这么样。如果所偷取的、所占有的对方是有德的，那这么样，这种恶行所构成的罪会大。如果是少德的、小德的，那这种恶行所构成的罪就小。就好像说，如果是去偷取皇宫里面的，哪怕是很小的东西，都有可能是死罪。但是如果是一个有钱人，他可以把一个穷人的羊抢走，他可能都不会受到什么很重的惩罚。为什么呢？因为对方的福德不一样，功德不一样，果报也不一样。对于不逾矩来说，如果所付出的努力大，时间长，他所构成的罪大；如果付出的努力小，他构成的罪也相对要小。例如说，一个人盘算着怎么跑到人家里面去偷东西，然后他又为此而经常盘算去看那个地方，先看场地然后在什么时间段从哪里进进了之后又怎么偷，跟顺手牵羊又不同。同时所偷取的价值重的所构成的罪也重，如果价值小的构成的也小。所以对于不逾矩的话，它也有这些差别。对于杀生来说由于所杀的对象不同，因此所结成的罪也是不同。例如说，佛陀在晚年大概在73岁的时候，迪瓦达达想要杀死他，想要杀死佛陀，他跑到了旧峰山里用一块大石头想要趁佛陀在山下行走的时候，走过的时候用石头推下去把佛陀砸死。结果佛陀没有被砸死，但是他的脚被石片弹到而弄出血了。由于以杀心、以恶心出佛陀身上的血，所以迪瓦达达因此也堕落了无间地狱。虽然还没有构成杀死，但是呢，他的业也是很重的。为什么？因为对象是佛陀。如果杀死一位阿拉汉，杀死一位有禅定的人，杀死一位有持戒的人，他的罪也是很大的。相对比起来，如果杀死一个没有道德的人，他的罪相对会小。对于不逾矩，就偷盗来说，也是这么样。如果说去偷取的是一个没有道德的人的物品，他的罪相对会小。甚至说，如果你拿了属于畜生的物品、属于鬼的物品，他是没有罪的。如果拿起属于人的，他就会有罪的。属于畜生的物品是什么呢？例如，如果你看到一头狼或者说一只狐狸在吃死尸，然后你把那个死尸拿走，也是没有罪的。那鬼的物品呢，就是有些人去把一些饭菜等拿去拜鬼然后你去到这里把它吃了，也这个也不算是偷。为什么？因为他的福报太低了。但是如果偷取了供僧的物品，特别是以供养佛陀为首的食物的话，它所构成的罪是很重的，而所会受到的苦报也是很漫长的。
在这里，我们就讲一个，在过去92大劫以前所发生的一件事情，而这个事情呢，也是，是我们今天经常在做滴水啊，或者说，我们在做回向功德的时候，会念一当咩呀叮当吼哆嗦吉当吽哆呀呆哟的来源。在过去92大劫以前，有个城市叫做嘎西，那里的国王叫做迦亚塞那，圣君王，他的王后称为西里妈。皇后后来怀了一个王子，出生了之后，这个王子就叫普萨。这个王子是菩萨。后来也成佛了。这菩萨出生，后来出家，出家了之后，并证悟了政治觉知，于是他就成了菩萨佛。菩萨佛是过去92大劫以前的一位佛陀。当时佛陀的老爸圣君王就升起了这样的一个我执，他说：“我的儿子出家，现在成佛了，佛只是我的。”法是我的，僧也是我的，他就把佛陀包了起来。他只给自己护持，自己去供养佛陀跟僧团的饮食、住所等，而不给其他人机会。当时佛陀有3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就这样讲：诸佛出世是为了利益一切的世间。但是我们的父亲却不给其他人机会，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供养到佛陀呢？他们后来就想到，如果边境出现的骚乱，如果他们去平息骚乱，将会获得机会。后来，张国王知道边境发生了叛乱，他就派这3个儿子去平息边境的叛乱。等他凯旋归来之后，国王很高兴，就给他们许愿。他说：“你们想要什么愿望，你说吧，我都会答应你。”那这3个王子就说：“哦，我们只想要护持佛陀，想要供养佛陀。”他说：“哎，不行啊，除了这个，其他的都可以。”他们说：“我不需要其他的东西，我只想要供养佛陀以及僧团。”那他说好，既然你们一定要，那你就说个时间吧。他们就说，我想要7年，不行，那5年不行，4年不行，3年也不行，2年也不行，1年也不行，7个月也不行，然后5个月，4个月就这样，他们父子几个人就在那里讨价还价，最后3个月才同意了。国王他说好吧，那这3个月时间，你们就。我就把佛陀以及僧团让给你们去供养吧。这3个王子知道了就很高兴，到了世尊那里做邀请。他说：“尊者，我想要供养世尊3个月，尊者，请您同意我们在这3个月的已安居期间负责你们所有的供养。”那个时候佛陀就不萨佛用沉默表示的同意。这3位王子很高兴，于是，送信给他所负责的领地的那里的地方的负责人，就说：“我们将会在3个月供养世尊，你就负责去建造寺院，以及准备所有供佛的必需品。等一切都准备完成之后。”那个负责人就报告王子，也是王子穿着黄色的衣服，带着世尊到了他自己所管辖的地方，在那里把寺院供养给佛陀，然后很尽心、很恭敬、很欢喜的护持。在他们中间有一个长子，长子之子，是当时的财政大臣。他也是有信心、尽兴，和他的妻子也是很恭敬的布施，以佛陀为首的僧团
所有那些他可以想得到的物品。而那位地方的负责人，他也是和他的很多的亲戚朋友等等，也是很恭敬的去安排一切，包括服务啊，供养等等。不过就在他们供养护持期间，也许是因为人的烦恼、人的习气，可能有些产生了一些摩擦，产生一些是非矛盾，结果有些人就起了烦恼，起了烦恼，他们很生气，于是在准备好供僧的物品，他们就自己先吃了。把供养佛陀跟供养僧众的人，他们几个，他们一群人就把他们吃了，吃了之后还放火烧了斋堂，就放火烧了用餐的地方。3个月宜安居结束了，僧团做了巴瓦拉那，做了自治之后，王子们向佛陀行了大礼敬。并把佛陀送回他父亲那里。当佛陀回到他父亲那里的时候呢，不久也搬涅槃了。后来这个国王、王子和那个地方的负责人，那位财政大臣，以及很多的当时一起参加了供养护持服务的那些人，去世之后都投生到天界。而那一些虽然当时也参与了护持，后来因为信心退堕而做了各种障碍和破坏共生、吃共生物品那些人，他就堕落到地狱去。因此，虽然当时是一群一起做护持的人，一部分人投生到天界，但是一部分人却堕落到地狱，而且堕了很漫长，据说有92大劫的时间。到了我们这个世界周期，我们这个世界周期叫做贤劫，巴达嘎巴。因为贤劫是一个非常非常稀有、难得和特殊的世界周期。唯有有5位佛陀先后出现的世界周期才能称为贤劫，而再也没有超过5位佛陀出现的世界周期了。绝大部分的世界周期是没有佛陀出世的，称为孙亚嘎巴空劫。我们现在这一个世界周期称为贤劫，因为有5位佛陀出世。哪5位佛陀知道吗？嘎古三他佛、郭那嘎玛那佛、嘎萨巴佛，和我们现在的什么佛？噶达玛佛，还有呢，未来的梅迪亚佛。梅迪亚佛搬涅槃之后，就又很漫长的时间，又是空劫了，又没有佛陀出世的。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周期，因为有5位佛陀出世啊，这个在经典里面也是绝无仅有的，经典里面记载，或者我们可以说，至少在我们的佛陀被受记，当时还是苏梅塔的时候，被燃灯佛受记，一直到现在，只有这一个世界周期才有5位佛陀出世的。那在贤劫，也就是我们的佛陀在上一位佛陀，就叫嘎萨巴佛。那些当时在供养的时候信心退堕，并且做破坏、搞破坏的那些人，投生为恶鬼。因为佛陀出世，很多的人都会做功德。当时他们在做功德的时候，在滴水的时候都不忘了。滴水的时候是一当咩呀，金南河都是给他红度呀的哟。然后那些恶鬼他看到了，由于滴水的之后，那些做布施、做供养的人把功德回向给那些恶鬼，那些恶鬼都获得了利益。这样的话，这些恶鬼他见到了之后，他也是蠢蠢欲动，就到了嘎萨巴佛的地方，说：“尊者，我们是不是也能够获得这样的成就呢？”嘎萨巴佛回答说：“你们现在没办法获得，不过在未来将有一位称为噶达玛的佛陀。你们在那一位世尊面前，当时到那个时候将会有一个叫做宾比萨勒的国王，
他是你们92大劫以前的亲戚，他将会指定为你们，对佛陀布施之后，把功德回向给你们，你们要到那个时候才能够获得。那这些恶鬼听了之后，他就感觉好像明天我们就要获得这些利益一样，他们很高兴。就这么样，又再经过了2位佛陀这么漫长的时间，等到我们的 Gotama 佛陀出世的时候，那3位王子和他的随从都从天界死了，然后就出生在玛咖塔国的婆罗门家庭。后来他们出家，然后成了外道啊，因为那个时候佛陀还没有成佛，他们先出家，成了外道，他们就成了罗发外道啊，就住在乌鲁维那。那他也就是后来那三兄弟啊，就是佛陀去乌鲁维那苦行林里面所度的那乌鲁维那噶萨巴，迦叶噶萨巴跟那帝噶萨巴这三兄弟和他的1000位随从，其实就是当时的。那3个王子，而那位地方的负责人，也就是宾比萨拉王，而当时的财政大臣，在我们佛陀的时代，他就投身为维萨克，是一个大长子，有钱的人。他的妻子叫塔玛迪娜，塔玛迪娜，他原来他们2个是一个很恩爱的夫妻。有一天，维萨克去听了佛陀说法，证得了三果啊。回去之后呢，他的老婆刚想迎过去，结果他好像闪着他的老婆。那塔玛迪娜他感到很纳闷，说怎么亲爱的，你好现在不要我了吗？后来维萨卡他就跟他说，我听了佛陀的说法等等那。这位塔玛迪娜听了之后，他也很有兴趣。结果他去也去听佛陀说法，结果他出家了，出家的反而成了阿拉汉。有一天，维萨克去见这位塔玛迪娜，阿拉汉尼啊，然后他们的对话现在就收录在中部的叫《朱拉维达拉苏当》，就称为《小智解经》啊，就是他们以前的夫妇俩啊，现在的是一位阿拉汉。比丘尼跟一位在家的三果圣子他们之间的对话，还有当时那些参加过一起布施供养的，到了我们佛陀时代也成了宾比萨勒王的随从。当我们的佛陀成佛之后，他先到了巴拉那西为昆丹亚等5位比丘说法啊，讲了《转法轮经》，后来又到了乌鲁维那苦行林，去教化了3位噶萨巴以及他的1000位随从，然后他们就来到了当时的王都王室城。当他们来到的时候，宾比萨拉王带着他的很多婆罗门跟居士去迎接，他们很纳闷，因为当时的乌鲁维那噶萨巴几乎是那个国家类似国师一样，是很受人尊重的宗教导师。现在他发现了，哎，怎么他跟着佛陀在一起？他们就想，到底是这个年轻的哥达玛沙门成了乌鲁维那噶萨巴的弟子，还是乌鲁维那噶萨巴他们成了哥达玛佛的弟子？由于当时乌鲁维那噶萨巴他们已知道。他已经是阿拉汉了，他知道国王所想，以及他的显现的神变，然后呢就顶礼在佛陀的足下说：“尊者，您是我的导师，我是您的弟子。”所以当时的国王他就很感动，于是佛陀在这个时候跟他们说法，而宾比萨勒王跟他的那些随从就在佛陀跟他说法的时候都证得了出果。那当然呢，宾比萨拉王是第一次见到佛陀，第一次见到佛陀，那个时候佛陀刚刚出家，他出家之后云游经过了王室城，
当时的宾比萨拉王看到了之后，见到这个人很伟岸，就希望，劝他还俗，做他的将军啊。结果我们的菩萨拒绝了。然后，当时这个宾比萨拉王，就许个愿，如果以后您有成就啊，希望您还记得回来度化我啊。所以佛陀这个时候他就去度化，他也就是在他，成佛过了一个与安居之后。佛陀就到了王舍城。当国王证得了初道初果之后，由于他对于佛法僧三宝已经获得了不退堕、不动摇的信心，于是邀请以佛陀为首的僧团第二天到他的王宫去应供。佛陀答应了。在他们到王宫接受大供养的时候，那些恶鬼由于他已经见到了希望，他说啊，现在国王将会指定为我们布施，我们因为他的布施啊将获得利益。于是他们就好像那些乞丐啊，围在一个有钱人家里面，看着有钱人家在吃饭一样啊，他们都在那边张望。但是国王在做布施的时候，他只是想到啊，现在佛陀跟僧众们已经用很美味佳肴去供养他们，那他们应该住哪些地方呢？当时的国王只是想要寻找一个很幽静、很适合僧团居住的地方供养给佛陀为首的僧团，结果他们就没有做滴水啊，就没有做回向。由于没有做回向，所以，那些恶鬼已经期盼了那么久的希望啊，感觉好像破灭了。在那天晚上，就在皇宫周围发出了极为恐怖的叫声。国王听到了就害怕、恐惧。第二天早上，他要去拜见佛陀，就跟佛陀说：“尊者，我昨天晚上听到了这么样恐怖的声音，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将会有什么事情会发生？”佛陀他说：“大王啊，你不用怕啊，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将会发生。事实上，他是你过去生的亲戚啊，由于他们现在投生为恶鬼，昨天你们布施的时候，做供养的时候。”他们满怀着希望说，现在国王将会指定为我们而对佛陀做布施，结果你却没有指定为他们做布施，他们有一段的希望，于是才发出恐怖的声音。那国王就问佛陀说：“尊者，那如果现在我做布施，他们能不能够获得利益呀？”佛陀说：“可以，大王。”那宾比萨拉王就不忘说：“哎。”尊者啊，今天啊，我请佛陀以及僧团接受我的供养，我将要指定为他们做布施。佛陀同意了，于是国王就赶忙回到皇宫，做了大供养，并派人去通知佛陀以及僧团。佛陀和比丘僧团一起到了王宫，坐在已经准备好的座位上。那些恶鬼，他也这样想啊，今天我就可以获得利益了。他们就都围在墙外在那边很期待的张望着。这个时候，佛陀他也用神通让国王看到那些恶鬼。当国王在布施的时候，他就滴水，在滴水的时候念伊当我呀滴南诃多苏吉达哄都呀达哟，就在他念这一句话的时候，那些恶鬼就好像生长在莲花池一样，他在那边尽情的洗澡啊、沐浴啊和饮水啊，并且已经止息了他们的苦恼、饥渴和疲劳，他的身体也变成像黄金色一样。当国王又指定为他们布施粥啊、主食和副食啊，也就是说这些饭食是以他供养，然后再把功德回向给他们。就在那个时候，这些恶鬼，他就
产生了像天界一般的粥啊、主食和副食。这些恶鬼吃了之后，他也变得容光焕发了。然后国王又布施了衣服、住所，然后那些恶鬼，也就是为他们这些恶鬼们指定给他们，把功德回向给他们，然后这些恶鬼也，产生了犹如天界一般的衣服啊、吃乘和宫殿各种，而当时佛陀也决议，这一切那些国王都可以看到，当时的国王看到就非常满意。当国王供养了佛陀和僧众之后，于是佛陀就送出了一些寄送啊，就寄送它就是毗卢古达苏当，就墙外经那些寄送。我们现在有时候我们会讲到那亚塔瓦利瓦夯呢，其实就是从这里来的，其中有两首寄送就是乌那美乌达冈乌汤。一他尼囊巴瓦达提，伊瓦米瓦伊多提囊贝达囊乌巴嘎巴提，一他瓦里瓦哈布拉巴里布兰迪萨格囊，伊瓦米瓦伊多提囊贝达囊乌巴嘎巴提。这两首寄送就犹如高处的雨水，满了之后会流到低处。同样的，我的这种布施也是能够滋益那些去世的恶鬼们。也就是他的祖先、先王、先灵们，犹如流水不断的流向，并且充满了大海。同样的，我的这些布施也是能够去利益、去滋益那些先王的那些鬼类。而且还有就讲到，伊当咩亚蒂南呼都苏吉达轰都亚德有，就是我所做，愿我所做的这些功德回向给。我过往生的那些亲戚，愿那些亲戚在随喜之后也能够获得功德，所以就是这么样。那在这里，我们之所以要讲这个故事呢，也就是讲到，如果依道心，用非法占有的心去盗取、去偷取三宝的东西、偷取供养僧团的东西，它的罪是很大的。就好像去偷取国王的东西，他会获得很大的罪。相反的，如果用信心、恭敬心、欢喜心去供养佛法僧三宝，去供养僧团、去服务僧团，那么他所获得的功德也是很大的。就好像巴姑拉尊者一样，他在巴都穆德玛佛陀在红莲最胜莲花佛那个时代，由于他供养了佛陀为首的僧团，而且呢也后来也治好了那些僧众们因为食物中毒所引起的病，因此他在后来很漫长的轮回过程中，他只是在人和天当中享乐，没有堕落到恶趣。这个就是由于共生很强大的善业资助他一生又一生，他都没有堕落到恶趣，而只是在天和人间流转，而一直到我们的郭达玛佛陀那个时候，他才证得了阿拉汉，才不用再轮回。所以对于不依取来说，对象的功德的大跟对象功德的小，它所构成的罪也是不同的。那同时，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也讲到了，我们在做功德的时候，经常我们也是做回向啊。我们每天所做的回向，我们都会回向给我们过往生的亲戚。还有呢，有时候我们做滴水啊，其实就是从这里来的。这个故事是在佛陀在经藏的小部的小颂里面的，也就叫墙外经。迪洛古达苏当里面来的，所以当施主们做滴水的时候，我们都会亚塔瓦利瓦夯布拉巴利布兰迪桑拉，它就是这么样的意思。那还有第三种
邪业就不正当的行为是欲邪行。伽梅苏米查扎那，伽梅苏是对于娱乐的欲望的，在这里是特指性欲，是两性关系。米查扎那，米查是邪，就是不正当的；扎那是行为，不正当的性行为。违反不正当的性行为有三种条件：第一，没有资格发生性关系的对象；第二，有享用、享乐或者说同意的心，哪怕是如果是你的话啊，那同意他没有主动，但是同意也算；第三，以道入道，也就是说身体、性器官的接触等，同时具有这三个条件，就构成了不正当的性行为，就是欲邪行。不管是杀生，不管是不逾矩，不管是欲邪行也好，它都是不好的，它都是不正当的行为。而我们现在看到目前社会的道德很多的问题，人心不古，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等等，其实很多都是跟这些有关系。例如说，杀人偷盗抢劫乱搞男女关系诈骗等，其实都是这些。我们说社会上所出现的很多道德的问题、犯罪的问题，其实都是在佛教里面都是属于邪语和邪业，也是不正当的行为和不正当的语言的范围。那作为佛弟子，如果我们持守了五戒，我们自然就不会去杀生啊。我们连蚂蚁都不会杀，我们更何况会去杀人呢？我们连别人的一根草啊，一根针线，我们都不会去动，我们怎么还会去偷取别人的东西呢？作为佛弟子来说，只满足于夫妻关系那这样的话就没有那种第三者没有家庭因为第三者等的插手，而导致的家庭悲剧，或者说婚姻的悲剧。所以，作为佛弟子，应该要远离这几种不好的行为。对于杀生和不逾矩，还有欲邪行，都是邪业，都是不正当行为。所以佛陀说：“Ayam Bhikkhave Micchas Gammanto。”诸比丘，这是邪业。那好，我们今天讲邪业，讲这三种邪业，就讲到这里了。萨埵萨埵萨埵，伊当弥布娘，阿萨瓦卡亚，瓦杭诃都，伊当弥布娘。尼巴那萨，巴杰尤侯都，玛玛布尼亚巴冈，萨巴萨达南，巴杰伊密，德伊萨贝，梅萨曼，布尼亚巴冈，拉班都。愿我此功德，导向诸漏尽；愿我此功德，为证涅槃缘。我此功德分，回向诸有情。愿彼等一切，同得功德分。萨埵，萨埵，萨埵。